大家好，我很荣幸代表我们的三元屋公鸡今天我想要介绍给你们一种鸡翅四面包，这种鸡翅四面包它是中型的，它有速度差不多30到36米一分钟，这种速度比较快，还有出来的时候就那个品名比较好的。 刚才各位有看到机器的操作，真的机器就看出来的时候，那个速度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三元公司有很多节目可以介绍给你们，给你们了解一下，给你们选择哪种的机器用到你们的工厂比较合理，希望说可以见在现实的 video，祝你们健康，谢谢。